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什么日子？我的生日。生日？那是什么东西？千纸鹤，是吉祥之物，得叠一千只呢。今天正好一千只。我怎么感觉你不像中国人呢？这有区别吗？我还真有点爱上你了。你给我讲讲你们燕子门的故事吧。为什么你那英俊的师哥不找你那漂亮的师姐呢？别跟我提他们，我发过誓，关于他们的事我不会再说。他们有什么事啊？你这小娘们真他妈邪性。我曾经被无数个男人追求过，像你这样的男人还是头一个。我就喜欢你的个性，最起码你会跟我交心。不过你的性情不够刚烈，不是杀人不眨眼的男人。会的，我会杀给你看的。这世上最美的就是睡觉。我再也不想回燕子门了，我真想美美的睡上一觉。你干嘛？别怕，打一针就好了啊！你干什么？我怕这玩意儿。我以前受伤的时候见过这东西。云龙，这个呀，就跟电话、跳舞、唱片一样，你习惯就好了啊，不怕。先生，别来无恙啊！怎么是你？日本的清酒一样醉人。日中两国本是友好邻邦。一衣带水，何必这么敌视呢？啊！再说了，
即便是敌我双方，也不妨交个朋友嘛。和你交朋友，那不成汉奸了吗？汉奸？你懂什么叫汉奸？我实话告诉你，用不了多久，就没有汉奸了。因为大日本帝国一旦坐稳江山，大家通通都成了顺民，就像大清和大元一样。这么长时间我一直没有抓你，是爱惜你的功夫，否则别说是几十个，就是几百个燕子李三也早就成了皇军的刀下之鬼了。你想干什么我不管，先给三爷来口大烟抽。嗯，不错，他叫春子。春子，对不起。你能和大日本皇军唯一的一位女军官相亲相爱，也不枉一生啊！啊！使劲儿，要杀就杀，要歇就歇。要想杀你，早就把你枪毙了，绝不会等到今天。春子小姐为了你献出了一切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你好好想想吧。我只给你24小时。不用了，要么我死，要么我逃。进了新华院的人还没有一个能逃得出去，不信你就试试。云龙，只要你答应跟我们干，我们就永远在一起了，不好吗？要说燕子们的肥膘，天下皆知，百发百中，一旦遇上强，那可就不沾光。